遇到那个人，明明怕得要死，但是我就是无法拒绝他。单纯人妻惊喜爱，怎么傻里傻气的还谈什么恋爱？魔女老师李泰兰，你已经没有资格了。沙文丈夫张贤成，如果有人问我愿不愿意放弃一切只为了他，我会立刻说我愿意。多情牙医李承载，美丽的邂逅却是风暴的开始。8月8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《妻子的男人》。